看一下，就是世界给我们不一样的八观。喜怒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得到天国，他们都是 heaven 很 high。 所以可以说，常常喝酒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很开心。贪心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得到更多。我要这个，我拿这个，我拿这个。知道和有钱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得到满意。说谎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常常骗人。暴力和有权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别人更怕他们。我是老大，我是大哥。漂亮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崇拜他们，所以我们很爱漂亮，对不对？花了那么多钱，然后爱漂亮，但是根本不漂亮，然后就是这样的问题。送他们一万钱，奉献百万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得到免税，对不对？接待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得到更多利息。就是我们都很聪明，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。作弊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得到很多。作弊的学生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的成绩很高，对不对？他们很容易毕业。你看啊，世界上的政府八官跟耶稣基督差很多，但是呢，很可惜，我们按照什么？就是这个，不是耶稣基督的政府八官。但是呢，我们看，耶稣说，审判的人、听众的人、饥饿的人，为了不义而哭泣的人，为了耶稣和真理被闹腾的人是有福的，不一样。所以可能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。你们看呢，审判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心理圣洁的人是有福的，很干净，他们看到天主。我觉得我们没有看到天主，因为我们的心不干净。为什么有一些人祈祷的时间不多，但是他们看到天，心很纯洁，很干净。